今天是国庆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可爱的小骄傲一星也迎来了他27岁的生日，既是旧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始。都知道张艺兴自从走红之后，便先后涉足音乐、舞蹈和表演多个领域，短短的几年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表演方面进步了不少。10月4日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歌手出道的张艺兴这次以演员的身份携作品登上国际级电影节红毯，获得不少观众的认可，在一档真人秀里表现尤为突出，在老家堆里的一股清流让哥哥们散发出了母性光辉，特别照顾艺兴。不过现在的艺兴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绵羊，可以和哥哥们相互抗衡了。小绵羊的生日极限家族齐送祝福了，好有态，他为人谦逊，从听说他以来就没有传过任何的负面消息，因为他的赤子之心。尽管转战国内发展，有人离开了当初的那个组合团体，但他始终不忘初心，并说他是不会退出的。曾经很多的不认可变成鼓励，他不抱怨不放弃。黄磊如此严苛的人，不管上哪个节目几乎都会谈及他，成龙称赞这个后辈的谦逊的态度。近日高晓松竟然公开在采访中夸赞他的演技，他的好人缘真也不是盖的，圈内许多大佬也是他的小粉丝，他今天的所取的成就绝非一朝一夕，也不是空手套白狼唾手可得的好事，因为他可以做到努力努力再努力，转眼又是一年，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继续加油前进吧，期待张艺兴越来越好，在音乐影视的道路上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张艺兴是拥有超数千万粉丝喜欢的高人气明星，当然这次27岁生日获得不少粉丝感激，想大声的告诉你，感谢你，因为你很优秀，我们也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